在 Vive 下的 Ultra Pitch 是一个超级音高效果器，使用它您就可以为人声添加和声效果。这个效果器分为三个版本，分别是 Ultra Pitch 3 Voice 和 Ultra Pitch 6 Voice 以及 Ultra Pitch Shifter， 它们的使用方法相同。3 Voice 可以制作三人的和声效果，6 Voice 则可以制作6人的和声效果。 Shifter 可以对单音进行变调处理。本节课我们以6 Voice 为例来介绍一下使用方法。大家应该有所了解，和声与齐唱有所不同。齐唱时每一个声部的旋律都一样，和声则是多声部的，每一声部的旋律都是不一样的。常见的有三度和声、八度和声等等，但是实际上和声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保持一个音程关系，而是有变化的使用多种音程关系的和声构成的。而 Ultra Pitch 效果器实际上是对声音进行变调处理，这样的话得到的和声就是固定一个音程关系的，这样得到的和声会很死板，而且会有某些音在调式里很不和谐。例如我们需要制作一个三度和声，这对于 C 调的主音 C 来说，向上提升一个大三度是 E 音，这是合理的和声，而 D 音向上提升一个大三度就是升 F， 这样就出现了变化音。那么这个变化音在音乐里可能会不和谐或不好听，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效果器去制作这么死板的和声。在这里我们只做简单介绍。视窗的第一个监测仪显示的是声场情况，横向表示左右声道，纵向表示音量值，中间的金色点为直达声，也就是所谓的干声。另外六个点是需要进行和声的声部，高亮的点是已作用的点，暗色点表示不起作用。鼠标双击暗色点便可以激活该声部，鼠标按住并拖拽就可以修改该声部的属性。向左为该声部的声向向左声道偏移，向右则为该声部的声向向右声道偏移。向下可以衰减该声部的音量，向上则为增加音量。这里的每一个点的颜色与下方的每一对参数是一一对应的。在 Direct 位置可以开启或关闭原始干声，Gain 位置可以对原始音频进行音量设置，在这里只能衰减而不能增益。Pan 位置可以设置原始音频的声向位置，负数时为声向向左声道偏移，正数时为声向向右声道偏移。Delay 位置可以设置原始声音的延迟时间，单位是毫秒。例如将这里设置为5毫秒，就表示原始声将延后5毫秒。下方的6对参数分别对应上方的6个点，这6对参数就是复制出来的声音，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制作和声效果。 On Off 位置可以激活或关闭某个声部， Gain 位置可以设置该声部的音量，Pan 位置可以设置该声部的声向位置。一般情况下，和声声部的声向都应该设定在稍稍左右两侧的位置。 Delay 位置可以设置该声部的延迟时间，如果您需要制作比较明显的和声效果，那就可以将每个声部的延迟时间都设定成不一样的值。在 Pitch 位置，我们可以为每个声部设置变调属性，例如选择7 TH Major 就表示大七度。在 Format 位置，您可以设置每个声部的共振峰属性，正数时声音偏女性，负数时则声音偏男性，
数值最高时就会变成小孩的声音。上方的第二个坐标仪显示着变调和共振峰属性，按住某个声部左右拖拽就可以设置共振峰属性，上下拖拽可以设置变调属性。在另一个位置，我们可以链接需要处理的声音类型。 Free 是空弦，选择 Free 后则链接将被解除。下面的参数分别是语音、歌唱、铜管、木管、弦乐器、线形和反向。左侧的电频表显示着整体输出音量。Gain 推杆可以设置整体输出音量，在这里只能衰减而不能增益。Animation 位置可以设置整体效果的真实性，也就是调节随机的时间偏移。这里的数值越高，图示就会表示合唱的人数越多。右侧的显示仪可以设置音高频率，上方的托柄可以缩小或放大下方的视窗。在播放的时候，显示仪中会显示一些蓝色线条，它表示的是当前播放音频的音高频率。拖拽这两根橘黄色线条可以设置探测音高的频率范围，设置的频率范围在下方显示着。最后的 Mode 位置可以选择需要处理的声音模式，从上往下依次是普通模式、稳定人声，也就是没有很快的音高变化的人声、跳跃人声，也就是音高变化很快的人声、歌剧人声，适合非常清晰的人声、稳定音乐，适合于具有独特音调的乐器，例如长笛、清晰音调适合非常清晰的乐器、低音适合低音吉他、低音大提琴等等。本效果器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请您继续观看其他效果器的使用教程。